大家好，这是我前几天在网上购买的这个月季和绣球，今天终于到货了。大家看我这个包裹基本上被拦腰折断，不知道我的月季跟绣球现在怎么样了。现在我就开箱看一下。现在拆开了，我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这个苗看着还可以，没有什么明显的折断，还有一个清单。卖家呢还送了两包这个复合肥。那么我现在要看一下这个月季和这个绣球现在这个苗情怎么样，我就先把它拆开看看。现在拆出来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包装。这个月季是带土发货的，里面呢还有这个营养杯，外面它是用了一些塑料薄膜把它包住的，这样呢就避免它这些土壤全部掉落出来，这样还蛮贴心的。大家看这里还有这个标签，每一盆都有一个标签，这样就方便我们识别是什么品种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苗情，虽然经过了几天的运输这个叶子呢看起来还是蛮鲜活的，而且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病斑。再看一下这个茎秆也还蛮好的，也没有什么病斑或者是黑腐的情况，基本上养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绣球，这个绣球情况跟这个月季也是差不多，也是应该很好种活的。好了，这个开箱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视频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给这些月季和绣球配土，如何上盆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